刚才我在演讲当中啊，没有谈到你的感情，这不是狐狸，是因为我预料到我在提问环节。全球在一个整体的产业链上，而中美的贸易合作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我们不愿意看到，不希望打乱这个产业，我们还是希望本着相互尊重、平衡、互利、信任、承诺原则进行谈判，来找到相互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。打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，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是一致，我们是能够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，只要是本着诚意，这样是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利益，也有利于大家认为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。我们只要尊重、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，我们是可以管控乃至化解